到什么样的感觉？我第一弹哦，我后弹哦，后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后弹哦呢？我谈某呢？我要谈你们。送上来给你啦！继续。阿某，本人太假来做客。发现面上黑中央会演技上映的表演现场，这下呢，安尼今晚又要有千种的团吹哦，因为在现场呢，无上台，这下就安尼邀请安尼面上黑中央会的前总干事，安尼的常勇武总干事跟我上台，我们小雨的总干事一起上台，来他们来。三年再过来邀请到的是安尼这摆呢，从洛杉矶的戴佩瑜。还有我们的雨君，我们的小妹妹，今天跳芭蕾，还有冲跳蛋粉太感堂，给她掌声鼓励。三位好嘞，我嘞感谢你今天的指导单位，客家委员会、桃园县政府、桃园县议会，还有龙潭乡公所、龙潭乡民代表会。特别感谢安尼个桃园政府客家事务局，同时呢，今日有七道嘅贵宾来到安尼个现场，来下老太家来做贵宾嘅一个介绍。首先来介绍我们的是美丽人生文化艺术团，也来到我们现场。新北市客属文化协会成员区理事长，新北市综合区客家英文推广协会，新北市三峡区客家文化协会。
新北市客家事务局顾问徐安民徐顾问，以及我们的黄正田黄顾问，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六堆客家歌谣班、客家邮报社长李淳恩李社长，你们在现场，以及新市国小校长张增宏张校长，还有我们的渴望合唱团也在现场。接下来我们的贵宾还有来补充介绍，我们的龙潭乡乡长叶迈叶乡长今天帮我们打板的长官，以及呢我们的三和村三宝村的村长蔡一平蔡村长谢金喜谢村长也在现场，以及高雄国小校长罗梅林罗校长也在现场，龙潭乡公所主任秘书徐荣俊徐主秘谢谢主秘，以及客家文化馆我们的桃园县政府客家事务局的副局长梁正亮梁副局长，副局长也在现场。那我们现在也同时邀请副局长上台跟我们一同谢幕，有请副局长掌声欢迎副局长。接下来呢也要介绍我们的龙潭乡农会秘书廖平林廖秘书也亲身在现场，特别感谢今天各界支持我们的花篮以及我们的赠品，让我们的活动增添光彩。首先感谢呢我们桃园县长吴思祥吴县长，以及美丽人生合唱团全体同学，龙潭乡民代表会主席罗云珍主席以及副主席杨志明副主席，桃园县的议员徐树徐议员，以及呢我们桃园县的议长邱义胜邱议长，台北市六堆客家协会的理事长邱荣光邱理事长，台北市六堆歌谣班三峡区公所区长杨美峰杨区长，新北市议员黄永昌议员，和丰中医诊所廖奎君我们的廖医师，以及呢新北市客属文化协会理事长陈元勋陈理事长也致赠我们花篮，谢谢您。三峡区客家文化协会歌谣班班长江方黄班长也在现场，谢谢。最后呢也再次一起邀请我们的徐树徐议员共同上台，为我们的活动做一个圆满的谢幕，我们邀请徐树议员，谢谢。谢谢，欢迎议员。那你们上海中央分院南京的桃园客家文化节，南京上演纪录片及演歌会哦。这次的工程也非常的多。那我们要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黄月梅黄老师，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的现任总干事黄月琪黄总干事。我们今天伴奏非常辛苦的潘国威潘老师，国威老师，还有呢这一次我们的工作成员非常的多，再来介绍的是我们这次摄影团队非常强劲的红蜻蜓号摄团队，也共同邀请我们的黄春元我们黄导演共同上台，黄导谢谢，以及我们的装置艺术叶艺林叶老师，还有我们这次的幕后工作团队副手跟辛苦跟龙凤家族，我们也邀请我们的黄爸爸黄妈妈共同上台，黄爸爸黄妈妈都是我们月梅老师月琪老师的爸爸妈妈，他们这次幕后工程都是帮忙我们所有 handle 所有事情，我们共同邀请黄爸爸黄妈妈一起上台，黄爸爸妈妈慢慢来哦，谢谢，慢慢来小心哦。好，以及我们这一次的音响团队呢，我们的德源音响，谢谢。谢谢，慢慢来。好，最后跟大家自我介绍，我是这一次的活动主持人，第四年再次跟这边在客家文化节跟大家来见面，有事廖新华，谢谢大家。最后呢，我们2012年桃园客家文化节迎接上映，你上客家咖啡纪录片跟表演当中圆满结束，什么大家，谢谢，我们向观众致以恭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那祝福大家参加去，有着非常的愉快跟意义，哇，有送花呢。好，那我们请所有团员呢留在台上，我相信有很多的相机现在要一起合影留念。哇，非常辛苦的月梅老师也接受我们的献花。我们现场有相机的朋友呢，一起来合照好吗？我知道有很多的相机都非常的专业。哇，还有小朋友。现在要献花了，可以一起上台了啊！快点，快点，那还有没有花？来。
先让人家进行，最后今天活动的总合照。那请我们所有的团员，请我们所有的贵宾共同呢，看着我们台前舞台前方，一起来合照。那老师要把中间请，老师中间请，老师中间请。来，好，我们黄总干事来，一起来吧。啊，玉玉，徐玉熙，玉玉，你快到前，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啦。来来来，再帮忙帮忙中间，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先来看看镜头前方哦，三二一，下一个。 好，那我们再来一张哦，先来准备，三、二、一，再下一个。好，还有没有那个东森啊，八大 TVBS 的记者媒体还没有拍到的哦，手脚要快一点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辛苦了，太搞辛苦了，圆满喽！2012年桃园县客家文化节，本届闪耀圆满成功。